以上两个组合，哪个组合能更快击杀149关所有十阶僵尸？开始之前，我们来分析一波。茄子和大嘴的功能主要是快速一次性秒杀所有十阶小僵尸。药师和桑葚是百分比毒，杜英辅助药师，芦荟辅助桑葚，飓风感染是来打酱油的。那么这两个组合，你们觉得谁会获胜呢？认为是药师组合的扣一，认为是桑葚组合的扣二。我们直接开始。